来修一个据说不太好搞的一个故障。看一下，他现在怎么了？不好用啊，不能启动啊。他们说，变频器带水泵运行几秒钟，然后就停了。变频器输出带了两个交流接收器，分别带了两台水泵，这是。哦，这种控制的。准备送一下电看看，我得看一下故障现象。通电之前，我得先测一下这两个水泵有没有问题。两只表笔短接先调零。交流接收器下边接的是电机，直接在这测量交流接收器下边的粗线端。电机正常的话，表针应该有摆动。看，它表针没动，也就是说它这个电机是有问题的。看这一组电机线圈有电阻。两只表笔分别测量这三组线圈，表针摆动的位置应该是一样的，而且电阻都很小。而这一组就不正常，测的就没有电阻，达到程式开档。测一下，还是啥也没有。也就是说现在只能开右边这一组。现在电路都是有电的。他们前几天找师傅都过来修过，没弄好。我也没有把握，不一定能修好。测一下电机漏不漏电，一个表笔搭零线，因为它这里边没有地线。另一只表笔我测量一下，看看漏不漏电。测电机，还不漏电。那这样我就可以送上电，看一下什么故障现象。准备送电看一下，先拉掉变频器的电闸，合上总闸，先看一下它是怎么控制的啊。这两个水泵应该是一用一备，1号泵、2号泵是控制接触器吸合，现在也只能用2号泵了，还得测一下输入电压，确定电压不缺项是正常的。三项电压两两之间，400伏，正常，可以送电。现在变频器这样显示是啥意思呢？没搞懂。拿铅表掐一下电流，就是如果电机转，它就会有电流。通过看铅表的电流来判断电机转没转。现在没运行，然后我点运行。就转这么一会儿，然后就没电流了，停了。他们说就是这个故障，就运行这一会儿就停了，然后变频器处于运行的状态，但是变频器就是没有输出。按下停止键，然后再点启动，它还是转个几秒钟，然后就自己停了。你看电流还很正常，运行的时候测输出电压，它有输出，300多伏，你看停了，再测输出就没有了。看一下是不是变频器的问题，看一下它的控制线，这三根线是调速的，还是远传压力表反馈的，就是控制水压，就是运行，其他就没了，就这三根线。我得去找它的远传压力表，这三根线。也看不出那个水泵转没转，这不是，这不是，这就是普通的压力表，这是普通的压力表，还有个远传压力表，上面接线的，这个带接线，在这，这就是远传压力表。这么看，它这个水管是有压力的，还不到4个压。等我打打水，我看这个压力上不上，你看着的啊。我在这看着你看着现在到0.4了，能不能往上拱？如果你开了运行之后，它如果还用往上拱，这就正常。看一下，这是零。
好，打水，有电流，有电流，算了吧。有电流。哎，不算了，不算了，就慢慢看一下。那表有没有反应啊？打点花膜，难度。啊，老板，接点话没注意啊，没注意啊。再录一下，再开一下。现在到几啊？才零点四啊。零点四啊。零点四，该转接一下。嗯，零点八了，啊，这不往上走吗？现在报了个U-27，那压力多少啊？啊，就零点八，往后一点就不再走了。我看，还有个超负荷保护。就到这儿就不走了，到这个地方。一下到了这儿了。啊，一下就到这儿了。一下轰轰轰到这儿了。啊，一下就到这儿了。啊，就不走了。那还是说，这个变速器没问题啊？变速器没坏啊，你压力到了它就跳了。那怎么办？我看啊，U-27 啥意思？U-27是缺水保护，你运行以后压力没有变化，它就会报缺水保护，但不是真的缺水。现在再启动还是可以的，再继续看。啊，这个在转呢。啊，有压力，有压力。然后有压力，一会儿好，停了。然后怎么放放水啊？这水放放。这电机是坏的。好，没接呀。这个没接呀、啊，这个线给它给断了，怪不得刚才测的不好了。另外，他们怀疑说电机有时候转不动，是不是导致变频器运行不了？断电之后，我把电机打开看一下。电机没问题，挺好玩的吧，转的溜溜的。所以这个问题应该出在哪呢？啊，压力到这个位置，然后就保不住压呀。如果漏水的话，它应该继续往下走啊，就到 0.4 就不动了。压力，放放水，把水放放试试。正在放水，看表有没有变化。那表，好像是表坏了。远传压力表可以看成一个滑动变阻器，它表针来回的摆动，相当于手调电位器，给变频器反馈信号，告诉变频器我的压力是高是低。后边接了三根线，应该始终保持一个运行转的状态呀、啊，它没有停止啊。远程压力表有问题吗？明天，我在这修呢。这有一块旧的远传压力表，以前拆下来的，用它做一个测试。测试之前，先用指针望远表测一下它的电阻。这三个线之间是有电阻的。刚才说了，它就是一个滑动的变阻器。把表头玻璃拆掉，
找了一段网线，把这个表这三根线接起来，用腕表测量一下，看好不好用。看一下我转动表针，这个电阻是有变化的，所以它就是一个滑动的变阻器，用来反馈信号给变频器调速。下一步在这里把这三根线，就是那边那个压力表的三根线拆掉。拆掉这三根线，接上我后来做这个压力表。哦，原来上面是显示压力的，压力，0.1 吗？0.1 吗？啊，随着转。大哥，你启动啊！6个压力以后它停了，然后再降降了4个压力不启动，3个压力啊，2.1 那就到2.1，没到家没电流，2.2，哦，前面 2.1 是设定压力，后边 2.2 是显示压力。哦，那就到 2.1 2.0 2.0 启动了吗？还没动一下。0.2 啊，开始启动，有电流了。所谓恒压供水，就是一直保持在 2.1 个压力来运行，所以变频器应该在 2.1 个压力上保持运行。我瞬间明白了，它4个压力就是保护了，压力太高了，所以说运行不了，启动不了。这个压力表可能有问题，或者说这个水压有问题，把它关掉。把压力表拆下来看一下，别眨眼睛，见证奇迹的时刻。都拆下来了，人家还保持四个压力，就是压力表坏了。看一下水管内还有多少压力，管内还有水，把它放一放。好了，开机看一下。好了，正常了，这样就好了。压力表始终在这个压力恒压运行。维修完成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